们今天呢，我们的大三元2月1号就要在今天呢就要上映了哈。那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台北霞海城隍庙，人最多熊老雷的所在，来集我们的人气，就是要请我们的城隍老爷来保佑我们的票房长虹，那我们来先拜一拜，好，再拜，好，三拜，好，那我们请导演来插香，来转身来插香哈。好的，他会说恭喜发财，然后他说我们会跟他说红包，他就说红包，然后下一个动作他会这样子，好可爱哦。但是他有讲拿来了，他现在讲懂得拿，讲拿来了，所以希望今年可以帮金宝开个户哈。谢谢。八角啊！